来，坐船来。过来吧。这里坐船休息下。这边坐船休息，我给你找。不要坐船了，这里有一个浮起来就这边了。哎呀，这边这边还好。哎呀，坐哪里了？这么少。 在这边呢，大家能看到远方的龙船啊，和我们湖中的这艘龙船啊。这个龙船呢，是复原了当年康熙爷乾隆爷下降胆的时候他们做的这个船。哦，乾隆爷。啊，这个是我们湖南汉来说的。 到三潭峪最有名的千年古迹，游到那里，然后停下来给你们拍照。玩好了，你要回来后，你回来可以跟你们吃个花鸟瓜鱼，一来一回。 大船呀，四十五块就上来了。到了啊，到了。像我们小时候游的时间长，游的快要了，不要慢了。很显眼，走过来，对不对？最远的那个地方，三潭峪千年古迹嘛。啊，对呀，千年古迹都一样的吗？每个船都一样的吗？慢慢。走路怎么的？那是水中千海。到西湖就坐船了嘛。算两趟呗，不，你到那里面小一个饭馆。老师，中间差。 他说叫九个乡亲。